要假装睡觉。踩到草莓吗？有啊。屁啊，这番茄！我看一下，有酸样。哦，超大，这个超大，这超大了。哎，我是露营。好靠阳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这个村长呢，带着我们来到他的这个番茄园。那没有踩过番茄，所以呢，不知道番茄是长在树上藤蔓上面的。我跟你讲，每一颗都超甜。棋盘有吃吗？有，很好吃。超甜，对不对？无敌甜的，然后每一个都很大，对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好，嗯，而且都整串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在哪里？嘉义。我们在嘉义的哪里？民雄。今天的草莓甜不甜？我是草莓。好，豆爷哥，番茄甜不甜？甜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